高僧行仪不朽传奇，欢迎收看高僧传奇。上回的故事中提到元晓大师向众人推广他的和正思想，借由元晓大师与带巴僧人间的对谈，大师告诉我们，其实要做到和平无争，只要大家有心，愿意一同朝着宽容尊敬的方向努力，达到和正其实并不困难。元晓大师年复一年地在分皇寺阐述佛理，他所解释的法理道义浅显易懂，广受好评。随着日子渐渐过去，元晓大师的心中越发地感到空虚，他只能透过阅读大量的典章书籍来填补。此刻的大师常常会想起当年与他一同入堂求法的义香大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义香大师俯下山就听闻元晓大师在分皇寺中，于是他决定在二度访堂前先去拜访大师。今天的高僧传奇系列继续为大家叙述元晓大师的传奇故事。在元晓大师的学佛生涯中，大安法师是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在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位大安法师的资料，且僧界对他的批评不满甚多。根据《宋高僧传》中记载，大安者不测之人也，行拂特异横在世尘，即同波唱言大安大安之声，故号之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大安法师的外表并不同于一般人，认为法师就是要剃度着僧服受三坛大戒的庄严出家相。而且这位大安法师从来不会在寺院中开坛讲道，他一般多是在大街上或是聚集许多平民的地方，以最能拉近跟百姓之间距离的语言文字来阐述佛家大道理。大安法师与元晓大师的初次相遇会为元晓大师在日后的弘法生涯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元晓大师以要帮他筹措访堂路上所需的资源粮食为理由，将义香大师暂时留在分皇寺中。本来元晓大师是希望义香大师可以在这段休息的时间内担任分皇寺讲师一职，但被义香大师以未见本心为理由婉拒了。将义香大师安顿好，元晓大师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后就坐在椅子上开始思考。他脑中回荡着义香大师说自己尚未明心见性，何以能说法度众这段话。大家是否还记得，明心见性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六祖慧能大师所提倡的修行之道呢？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指想要融会贯通万物，必定要先了解自己的本心自性才行。清楚自己清净不灭的本心后，才可以不拘泥于事情的表象，拨开迷障，看透本质。元晓大师望着忽明忽灭的烛火，脑中反复思忖，义香大师说他未见本心自性，绝不弘法度众，那么他呢？这让元晓大师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理念有无正确，开始忖量是否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误人害己，自己的明月本心又在何处呢？天将破晓之时，连日在床榻上辗转无眠的元晓大师睁开双眼，望着头顶的床板，先是叹了一口气，接着利落地起身梳洗。大师穿戴整齐之后，心血来潮，决定到市集上逛逛，兴许能有所体悟。虽然天色尚未敞亮，但市场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摊贩在做开业准备。元晓大师买了一颗馒头，走到跨河桥上的阶梯处坐下。大师看着金黄的太阳缓缓升起，心情也随之和缓平静下来。不一会儿，集市上就聚集了许多民众，有一些人看到身穿僧服的元晓大师还会礼貌地微笑合掌示意。
如此质朴单纯的美好，将这几日笼罩在大师心上的乌云驱散了一些。只要有人对着元晓大师双手合十，元晓大师就会回应对方一句阿弥陀佛。渐渐的，元晓大师的脸上洋溢着喜悦，早已将刚刚的烦恼抛诸脑后。突然一声铿锵的铜钵声响从远处传来，好奇的元晓大师上前查找声音来源，只见一名身着破烂衣衫的白发老人游荡在街上，手里拿着一个铜钵，大力地边敲边喊：“大安，大安！”看到绑着两条辫子的小女孩，还会蹲下来与她微笑，四目相接，让对方敲一下自己的钵。不管遇到何人，这位老者逢人就喊一声：“大安！”元晓大师见此奇人异景，觉得着实有趣，便问了在一旁卖菜的男子，这才得知他们也不清楚这位老者的姓名以及出处，长久以来总听他喊大安，于是众人便给他一个大安法师的封号。元晓大师回头再度望向不远处的大安法师，疑惑地问：“阿弥陀佛，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位大安法师嘴里吃着别人送他的包子，还有他的言行举止实在是不像一名法师，你们何以这样称呼他呢？”卖菜男子笑着对元晓大师说，详细原因他也不是很清楚，不过虽然大安法师的外表和动作如此不羁，但他时常会用浅显活泼的方式跟他们这些平民百姓解释佛法，让他们这群没有读过书的人也可以理解，久而久之，集市上的人皆称他为大安法师。当孩子被卡通动画吸引时，我们已经为孩子敞开了学习的大门，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让教育与智慧体现在生活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护持节目，让孩子开心的笑声永远围绕在我们身边。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元晓大师一听，忽觉脑中似乎是有什么想法想要破茧而出，仅差临门一脚，他便能解开数日来困扰他的问题。等到大师回过神来想要找那位大安法师时，人早已不见踪影，就连铜钵声都没听见。元晓大师不免失望，只好回到刚刚蹲坐的台阶上，继续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河沉思。在《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当中写道：“善男子，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悉皆修习84000波罗蜜门，84000诸三昧门，84000陀罗尼门，永断84000为烦恼障，84000为所知障，皆亦难惹菩提树王，坐金刚座入金刚定，降服一切天魔愿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明确指出，诸神众佛学习了84000法门，就是为了能够断除84000种烦苦，在去除一切魔障后，方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所谓84000，是形容数量很多的概念，想表达的就是度化众生的佛法应该要因材施教，因为众生有84000种的烦恼，故佛为之说84000法门。突然一声嘹亮的铜钵声在元晓大师耳边响起，吓得元晓大师跳了起来：“大安呐，大安！”原来敲响铜钵的人是大安法师。大安法师跃下阶梯，往刚刚元晓大师的座位上一坐，对着他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元晓大师摇着头叹了一口气，就往大安法师身边走去。
大安法师侧身看了元晓大师身上的衣着，笑着说：你就是那位深受王公贵族喜爱，在分皇寺讲大道理的元晓大师吧？元晓大师淡淡地回应：受不受喜爱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你说的是这几年在分皇寺开坛说法的人，那是我没错。大安法师摇头晃脑地继续说着：大安呐、啊、大安。大安法师用肩膀轻轻撞了元晓大师。法师问元晓大师说：大师身穿如此华丽漂亮的衣服，为何一脸愁眉不展的模样坐在桥上呢？没有给元晓大师时间回答，大安法师接着又说：既然他们相逢即是有缘，不知元晓大师可否为他说个法，教化他这位老乞丐。元晓大师问他想听大圣经典中的哪个篇章呢？大安法师回应：既然要听，他想听专门为自己所说的法。见元晓大师一脸疑惑，大安法师告诉他说：佛陀在说法时会依据众生的根基不同说不一样的法，这才有了万千法门。你既然想要将佛教普及，除了为宫中高官讲法之外，还要顾虑到这群百姓啊。你在面对平民百姓时，当然要说些他们能听得懂的法，要不然你梦想的那天将会遥遥无期呀。时候不早了，是该醒了，我们有缘再见，望你大安呐、啊、元晓大师。大安法师话说完，不等元晓大师反应过来，又边敲铜钵边喊大安的往人多的地方走去。新罗时期实行的股品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来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阶级制度，将人分为圣股、真股、头股、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等九个等级，其中四头品以上为贵族且互不通婚，三头品以下是平民，依据不同的等级制定不一样的官职和婚丧规模，体制相当严苛。一开始只有圣古才可以承袭王位，他们认为圣古就是最为纯洁高贵的王族血统，后来因为圣古血脉断绝，故而才改由真古出身的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在当时，只有圣古、真古六头品到四头品等级的人才可以接受教育，而他们使用的文字是笔画较为繁复的汉字。佛教是这些王公贵族们推崇的信仰，但三头品以下的百姓通常使用的语言是新罗俚语、方言亦或是土语等等，甚至一些穷苦人家根本不识字，因此他们多数信奉喜爱运用符咒来趋吉避凶的朝鲜巫教。纵然大安法师的举止言行皆有些放达豪迈，但元晓大师觉得他实实在在担得起法师这个称呼。借由二人间的交谈，元晓大师心中的郁结和烦闷尽数被驱散，就像大安法师说的，他该醒了。元晓大师急忙地赶回分皇寺，在路途中他先是想起义香大师的明心见性，又想到大安法师提醒他不该只是为贵族说法，还要为一般百姓们着想，因此大师认为自己的著作和讲法内容定有偏差，而他所提出的和正思想以现状而言无疑是曲高和寡，要想做到一唱百和的境界还要再努力修习才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元晓大师手里捧着朝廷这些年的赏赐匆匆进宫，他向吴烈王辞去分皇寺讲师一职，并表示自己为了能更好地传播佛法，他要身体力行深入民间去修行，去寻找他的本心自信。不管武烈王如何挽留，元晓大师依旧坚定立场，
武烈王只好赠予他一些路上所需的物资，诚心祝大师早日悟道。元晓大师脱掉身上的锦衣袈裟，换上了粗布麻服，前往异香大师的厢房。异香大师府开门，就被元晓大师的热情惊了一晃。元晓大师兴冲冲地告诉异香大师，自己在听完他说的话，就开始思考。后来在市集上的巧遇，让他彻底明白自己的迷障在哪。元晓大师详细的描述，说的异香大师十分想见一见这位奇妙的大安法师。元晓大师说，他下定决心要与异香大师共同前往大唐国土，为此他辞去了分皇寺的所有职务。异香大师闻言感到相当惊喜，但同时也为他担忧。他认为现在元晓大师拥有的名声地位已经非常人所能及，眼看他极有可能成为下一届的大国统，此刻说放弃就放弃，岂不太可惜了？元晓大师笑着回应说，他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名利声望对他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不值一提，现在他想追求的是前往中土，正得本心。异香大师大笑地说，是自己被眼前的虚荣给迷惑了，如此便多谢元晓大师的开示了。两个人有说有笑地移动到分皇寺中的藏书阁。元晓大师一扫连日的阴霾，他决定与异香大师结伴同行。这两个人在二度访唐的旅途中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元晓大师又是否能在大唐寻到自己的本心自信？后续发展，请静待下回分解。